教宗方济各1月31号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当地时间下午2点33分抵达金夏沙国际机场，开始他第40次国际睦邻访问。教宗此行是作为和解与和平的朝圣者。教宗在机场受到正式的欢迎，然后在总统府会见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齐塞克迪。教宗并且发表了第一篇讲话，他表示他的到访是渴望带给人民普世教会的亲近、爱和慰藉。教宗敦促当地人们要拒绝暴力和仇恨。2月1号，教宗在金夏沙主持了第一台弥撒，近百万人参加了这一台弥撒，他们载歌载舞欢迎教宗方济各。教宗在讲道时表示，门徒们完全被十字架事件惊呆，在意想不到和不再有所希望、没有平安的时刻，耶稣带来了平安。教宗解释平安的三个泉源，就是宽恕、团体和使命。教宗要求当地的基督徒向因暴力和战争而丧失勇气的世界宣告和平。他也预请这个国家自称是基督信仰者却施行暴力的人放下武器，接受慈悲。随后教宗在圣座使馆接见了两个不同的团体，一个是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冲突受害者。教宗说，在人们忍受暴力、遭受杀害的同时，制造暴力和死亡的生意却持续兴隆。教宗说，够了，不要再靠着弱小者的皮肉痛苦来致富，不要再借沾满鲜血的资源来发财。随后教宗会见了金夏沙的几个天主教慈善机构代表。教宗指出，仁爱慈善机构工作的见证不仅是简单的列出社会问题或贫困统计数字，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友爱和贫穷者交流。教宗鼓励在场人士，他们的辛勤工作是值得的，这些机构必须树立善表，具有远见，要彼此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金夏沙体育馆2月2号上午人潮汹涌，超过65000名青年和要旅讲授员涌入体育场，以音乐、掌声、五颜六色的旗帜迎接教宗方济各的到来。教宗首先邀请他们跟旁边的人牵起手，感受到大家同属唯一的教会，然后用五根手指头比喻，嘱咐他们五件事：祈祷、团体、诚实、宽恕和服务。教宗鼓励所有人不要气馁。教宗说，你们失望时要拿起福音书，耶稣将赐给你们力量。而当天下午，教宗在金夏沙主教座堂会见了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司铎、执事、度奉献生活者和修生，并和他们举行祈祷聚会。这一天刚好是献耶稣于圣殿庆日，也是奉献生活者日。教宗在讲话中提到奉献生活面对的三个挑战，在精神贫穷上必须用祈祷来克服。每天的感恩祭典是司铎和度奉献生活者生活跳动的心脏，献身生活者更应该要淡泊节制。神职和会事是为福音服务，而不是操心财务。奉献生活者更要进入基督奥基的核心，深化教义，研究和默想天主圣言，要始终做福音喜乐的见证人，随时准备医治穷人和受苦者。教宗当天也私下会晤了当地的耶稣会士。
今天是教宗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使徒之旅的第四天。教宗上午在全国主教会议总部会见主教们，他敦促他们说，主教的牧灵工作要使人民摆脱屈辱和压迫。教宗敦促主教以已故的大主教克里斯托夫·蒙奇赫瓦为榜样，这位耶稣会大主教在1996年因捍卫人民而在城市广场被谋杀。当地时间今天上午10:10，教宗在机场接受隆重的告别礼仪后，10:40从金夏沙飞南苏丹的朱巴。